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哥，好听的音乐。你给我来杯沙漠骆驼啊！就那个，可火了那个。说不定喜怒哀愁，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。提到张赫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翻唱的《沙漠骆驼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去朋友的果茶店帮忙翻唱《沙漠骆驼》的视频在抖音爆火，再次引爆网络各大平台，人气一路飙升。他以清新甜美的外形和不俗的唱功，赢得了网友的喜爱。后来张赫赫也成了大石桥联盟的一员，再后来大石桥联盟火，张赫赫也火得一塌糊涂。你好美女，再给我来杯沙漠骆驼。卖完了啊，那你给我换杯热饮吧。我热呀。如今拥有千万粉丝的他，在音乐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，先后推出了多首个人单曲。他翻唱的众多歌曲都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好评，被大家称为人形点唱机。近日，他的全新个人单曲《逃之夭夭》突然火遍全网，短短几天，相关视频播放量达6亿。歌曲发行于2020年7月，是由音乐人形容穹顶打造。在张赫赫的完美演绎下，歌曲充满力量的节奏和他激昂的嗓音完美结合。由于歌曲实在太嗨了，节奏劲爆，动感的旋律让很多网友也忍不住争先翻唱，使这首歌更加的火热。小伙伴们觉得张赫赫的这首歌好听吗？欢迎到评论区里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